陈志妍就不用说了吧，还不错。我以为他是面试场合里面的老师。啊，真的吗？大方、自信、乐观、热情的人，很搞笑，很外向。我和他是一站到底的选手，他三句话能把我逗笑，眼睛很大，人很热情。一开始就觉得他很可爱，长得也可爱，说话就可爱，动作也可爱，学习都可爱，生人勿近的。龙志宇，他说我生人勿近，我记住他了。帅气，英伦的气场，还有很镇定的人，很高，很酷，很瘦，很帅。他颜值很高，和善，很主动的过来跟我们对话。第一个和我说话的实习生，认识的第一个人，亲切热情，讲话真的很机车。我觉得你更机车哎，学你的啦。不会吧，没有，我不要这样啦。哎呦，做事非常果敢，手滴溜着自己的模型，特别飒的一个女生。第一次她来的比较靠后，大家都在帮她布展，比较关注她的作品，很有特色，开朗，很外向，笑容非常的阳光。北马青龙这样的一个少女，落落大方，好飒好帅的一个小妹妹，非常可爱的妹妹，大家会产生保护欲的感觉，很有能量的那种感觉。要收拾点，金子，收拾点。那个布展的衣服，他穿得很鲜艳，我希望可以跟他一起碰撞出来很多灵感，可能也可以吵一吵。后来发现他跟我吵不起来，大神了，久仰大名。在面试那天，他要帮我出作品集的一些主意，我觉得感谢的，暖心的哥哥，王者的气泡音啊、人吧。出电梯的时候，他会跟我说，请。我曾经去帮金子布置他的一个展板，强无敌的，优秀的，耀眼的。智慧的，帅气的，妖艳的，他怎么这么夸呀？